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安装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我们的 Lumispa Essence 的这个细胶导头，它上面有这个花瓣的形状。那这个花瓣形状大家记得要朝上就对了哦。那接着这个底座的部分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凹槽，那也就是把我们这个细胶导头的底部呢往凹槽的地方给安装进去，稍微的按压确认它安装完成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底座安装在我们的 Lumispa 机身上面。那我会发现 Lumispa 机身上面会有三个扣环，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Essence 的导头上面有这个 H-Lock logo， 你只要朝上就比较容易安装咯。放进去之后稍微的旋转一下，听到咔嗒一声，就代表你安装完成，也就可以开始的使用我们的 Lumispa Essence。